谁啊？干啥呢？看看，这有啥好看的？还没看出来？啊，一页天书，一段历史。哎，我怎么没见过你？贵姓？免贵姓江，刚从林业师范毕业，分配到你们安哥拉契的。哦，哎，这安哥拉契是什么意思啊？待长了，打听打听就知道了。啊，来，尝尝我打的飞龙。哎呦，你看这，给。拉倒吧，算咱们见面礼儿了。哎，您贵姓啊？待长了，打听打听就知道了。哎，老同志，老同志，关于这个洞，当地都有些什么传说？它叫啥名啊？待长了，打听打听就知道了啊。哎，我说，秀才，下山的时候走那条道，看见了吧？虽说远点，平坦好走。哎，秀才，炸到我们安哥拉契啊！要紧的是先把道打听清楚啊！第一次来大仙岭，你第一次来大仙岭啊？长这么大俺没出过门，到哪儿俺都是第一次。安格拉契是哪国名字？中国名字，是鄂温克人起的名字。鄂温克是咱们国家的一个少数民族。那安格拉契？安格拉契就是鄂温克语，意思是有红豆的地方。红豆不是俺们庄稼地里的红小豆？不是，是新安红豆，杜鹃科植物，学名叫月菊，当地人呢管它叫牙格达。它的叶子在冬天也是碧绿的，
它的果实这么大，在冰雪之下也是鲜红晶莹的。要水吗？不要，酸甜酸甜的。哎，这一带都长。你大概是老师吧？啊，我去年才毕业，在林业中学当了一年教员了。怪不得你这么有学问。在有男人和女人的地方，英雄们总是什么自由追逐着。旅客同志们，前方到站安哥拉汽车站。安哥拉汽到了。在安哥拉汽下车的旅客，你不是要下车吗？做好下车准备。旅客同志们，前方到站安哥拉汽车站。有在安哥拉汽下车的旅客，请做好下车准备。让开点，后两往后点。同学们好。坐下吧。谁画的？是我。画的谁？卢雪芝。学生守则是怎么讲的？你竟侮辱自己的同学。同学？快赶上我妈了。擦掉。这堂课上作文，作文的题目是回去回去。下课把作文本收齐，送到教研室去。好。可早了，你们又闹。哎妈哟，你干嘛把我生在大兴安岭啊？我爱大兴安岭的落日。嗯，方一天只能看一次落日。哎，你给我看看吧。在大兴安岭的黄昏，开车在连绵起伏的群山中疾驰，你会看到太阳从这个山头落下去，又从那个山梁升起来。随着峰回路转，你会十几次几十次的饱览落日，有时像金，有时像银，一会儿使你感到满目。你们就抄吧。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咱们姜老师。哎呦妈呀。啊，哎，这也叫作文？嗨，后门生嘛。咱们学校是清水衙门，有什么后门可走的？那我们班里为啥要安插这么一个大插班生？谁呀？卢雪芝。他大吗？嗯，是大了点，也大不了个三岁五岁的嘛。哎，大点儿，校长，那都快赶上我的年龄了。是啊，你太年轻了点儿，太年轻了。这课没法教。嗨，凑合着教吧。
他不过是为了混张毕业文凭，好找工作嘛。算了，别生气了。卢雪芝这门子还真硬啊。他有什么门子？他不就有个姐夫，陆民子吗？嗨，说这话，证明你跟你浅。俗话说，烟酒打天下嘛。他还加上一条，飞龙，就凭他那股子豪气，没少结交人。老姨，老姨，启之，老姨别哭了，我把这个给你。老姨别哭了，老姨不哭了。娘要是知道你在姐姐这儿这样受憋屈，娘的心里可怎么受得了啊？哎，这唱的是哪出啊？回来了，快吃饭吧。走。你看，明白。小金。啊，哎呀，还是我老妹子心疼我呀，酒菜都备好了。这学说什么我也不上了。敢！我打不别你。你凭什么做我的主？雪芝，姐夫不给你做主，谁给你做主？我自己做主。啊！你自己做主？你想干什么？想进林子当工人。知道你自己什么身价吗？啊？当你是能上得了国宴的飞龙呢，翅膀一扑了进林子，哼，去门关上。哎，要想进林子先上学啊，别看我们这深山老林不是当地的知青啊，人家还不安置。哼，就你个乡下丫头，你呀也就是我陆民子的小姨子罢了。跟你说啊，如今办事儿不能走近道啊，拿不下毕业证书，趁早给我卷铺盖滚啊！我要是拿下毕业证书还进不了林子，我就和你活死。哎呀，雪芝，他爹，去去去去，这说正经事儿嘛，有你什么这 ？How do you do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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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ow do you do?Mr. Mr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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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雪芝啊，早点睡吧。盆 ，This is a pen。明天早上不是还要上学吗？雪芝，等一下，误不了。我把明天的猪食熬出来。This is a pen. This is a pen. This is a pen. 他爹，别和雪芝一般见识。那丫头从小就是这个硬脾气。要想在这个地方混成人样来，就得凭着一股子刚硬。哼，老妹子行啊。How do you do?How do you do, Miss Ter? 给我，给我，这是我的。再来个试试。吹牛逼！这是什么？我的啊，我的。这就是进林子的翅膀。这是我的，这是我的。打你，打你！哎，这是我的，再来。哎，老姨给你。好。哎，把这酱子沾上吧。去去去去，啥也不懂，这得镶镜框，这个。雪芝啊，啊，给娘写封信吧。哎，爸，让我看看。别动，别动，躲开这儿，讨厌。嗯，来，把这个带上。哎，隔巢。哎，老姨，我把弹弓给你。哎，哎，对了，来，把这手表拿上，给。哎，这算什么？知识青年，林业工人，哎。如今你是有身价的人了，带上吧。拿着啊！我不要啊！我自己能挣，我就要进林子了。
来了，哎，看看，下水啊，啊，待会儿，哎，大家下来歇会儿吧。好嘞，好嘞，来，我站你来，快点，哎，没事的吧？哎，好，走，咱们收费员走，别迷了山。知道了，哦，知道了。哎哎，快点，快点，不要。时候了，雪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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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了来了，雪姬，这就是牙克达新安红豆。哦，40多度，哎，天我过去疼，呵，这火可旺的啊！天哪，给你，我头一个啊，真香啊！洗手。什么饭？啊，炖肉。饭勺呢？哎，饭勺呢？我给你盛。吃饭了。吃什么呀？来，吃饭了，胖姑娘。那太好了，起来吃饭了。嗯，哎，胖姑娘，快起来。哎，起来，劲儿的，来他一个，起来。不先吃了啊。哎，这点。瞧瞧，一个个金枝玉叶似的，我倒成了你们的使唤丫头了。起来吃饭了。是啊，金枝玉叶的，偏偏分配我们去砍木头；使唤丫头，倒偏偏留在家里干俏活。呀，过来。哎，那咱们就换换。我到林子里去砍树，你留在家里烧地火龙。来，我帮你烤。哎，可别，深更半夜的，要闯出个熊瞎子来，非吓死你不可。又不够了，那锅里捂着呢。哎，我来。不用。看我这从齐齐哈尔捎来的，我这哈尔滨的。又开始了，又开始了。挺好看的。怎么样？又都不累了。哈尔滨的好看。哎，胖姑娘，对了，瞧你俩面影啊。就有一两油了吧？得了，我看你上面那个绷带面影就够了，给你。再买一。哎，别犯傻，在小工队里搞对象，那你一辈子也出不了林子。瞧咱这法式，哼！哎，快看，哎呦，大明星咋的？美上哪儿去啊？就是，哎，像吗？像。姑娘们，
你们看我这双鞋好看不好看？哎，跟儿还真够高的。怎么样？真够高。到王府井去，到北京饭店去。到王府井去。就凭你这两步走啊，洋鬼子见了也得让路。哎，到太大了，姑娘，你过来，你说那洋鬼子都吃些什么呢？快，大粉条、大炖肉，烤劲的豆呗。哎，你看蛋。你干啥呢？快烧糊我们了！你当是烤地瓜呢？哎呀妈呀，黑乎乎的，我还当是熊瞎子来了呢。熊瞎子？就这么熊回去了？哎，黑乎乎的，可别碰上了。就这点能耐，你们这些男人呐，就没个好东西。上工嘞！上工嘞！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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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看见队长没有？哎，过几天我回家还得让我妈给我炒点咸菜，我回了。哎，队长呢？二黑今天病假，得给我派个助手啊。嗯，我跟你去。走啊。喊呢？喊呢你！顺山倒嘞！顺山倒嘞嘿！顺山倒嘞嘿！顺山倒嘞！
整的？别动，动不得。大树坐电了。别动，一动树就往这边倒。叮嘱你，坐垫这事儿，回去别跟人家说起。怕啥？这事儿轻易碰不上，说了怕吓着他们，也怕他们笑话我。笑话啥？这是老辈子林业工人的做法，也不知科学不科学，怕他们笑我不开化。别这么一屁股坐在树墩上，那是三神爷的牌位。你呀，你当我迷信是吗？我也是青年人呢，我不过是敬重山林的意思。来，我爹说是林子养活了走投无路的人，他可是有情有义的。今儿怎么这么热呀？杜哥，别让他烧了。你怎么像个蹲仓的熊虾似的不动弹呢？都快把我们烧成灰了。真热死了。哎，把水递给我。你倒是动弹呢，去不去啊你？他还不是为了让大家热乎啊！去你的！哎呀，真热，赶上过夏天了。车没来呀，感觉又误他半道了。这可怎么办？这还没演呢。冷啊！哎呦，冻起来了，真冷啊！我妈等我准急坏了啊！别急，误不了年三十的饺子就行。你反正不着急，没人等你回去过年，可是呗。哎，这么着啊？先到我家去歇会儿吧。哎，那太好了。走吧，两位。老孙，哎，先到我家去。开车。大娘，大娘，娘。
这等车来了。哎呦，大娘，大娘，大娘，哎，大娘，哎呀，大娘，冷吧，冷冷。哎呀，快进去，快进去，暖和暖和。来来，撞门酒啊，这出出进进的，多给大娘撞门面呢。大娘，我来，这大粉条子、大炖肉，可劲儿造吧。给。哎，尝，好吃吗？我来吧。哎，再满上。哎，行了，来来来，再满上，满上。好看，我轻稍微的，大娘还挺合适的哈，真好看。多喝点。好吃。吃吧吃吧，吃饱了就暖和了。哎，行了，大娘，您就别忙活了。吃吧吃吧，来，哎，快吃，哎。快吃啊，这把您过年东西都吃了吗？可是呗，这就是过年呢，哪年能像这么红火呀？大娘，您看好看吗？哎，闺女呀，不中啊，这薄得像玻璃鞋似的，咋能抗寒呢？哦，没事，车来了，快点。来了，来了。大娘，快点，快点，我们走了。拿东西，走啊。哎哎，雪芝，再见啊。我不给你。谁提包？哎，我来，我来。哎，快走，快走啊。等我一下。哎，帮我拿一下。啊，你快点啊。哎，哎，你俩快走，你们等我一会儿。翘不翘的不要紧，哎，这大冷的天可别冻坏了身子骨。大娘，您放心吧，祝您过个好年。再见。再见了，大娘。再见，您回去吧。回去吧，再见。哟，雪芝啊，咱们也该回去了吧？回吧。啊，回哪儿去呀？啊。回山上，你咋不回家呢？爹妈在关内呢。你镇上就没个亲人？有个出了门子的老姐姐。嗨，那姐姐一嫁给人家，那就是两姓旁人。走吧。嗯，走什么？水乡的水，早让我放了。也不看看，天到冷成啥样了？那好。那我接着睡，就住下吧。啊，这算什么？你呀，这儿就不算个家了。瞧你吓着俺闺女，就在我这儿过年吧。哎，倒是间干净屋，打盖了还没住个人，这炕是暖和的，连着厨房的灶火。来。我来，您留着床新被窝，老爷们来了，我不拿出来，跟住以为我舍不得，我寻思着，不定什么时候来个大闺女呢。这是他爹娶我的时候送的一件聘礼，一直没舍得穿。娘，还是您过日子有算计。什么好画买不来，专贴这么一墙秃和尚。就凭这张画啊，你净等着打光棍吧，还不快给我接下来。哎，姐姐，我也怪稀罕这画的。娘，咱也挂灯去吧。哎，添火呀！他这是记仇呢。多好的闺女啊，尊老爱幼的。娘，您不知道他有多能干呢。他娘怎么舍得让他一个人闯林子？要是我的闺女啊，我可舍不得。娘，你要是心疼他。就认下做个干闺女吧。嗯，那可得掂量掂量。掂量什么？您不知道他有多勤快呢。光认个干闺女还不足行。娘。
这这，哎哎哎，别来，起来起来起来，谁呀谁呀？哎，干我了干我了，俩八，站哪站哪，俩九，哎，小王，哎，小王，哎，江老师，哎，你好啊，你好你好，来把手布巾给我，好嘞，哎哎。哎，你们看谁来了？江老师，江老师来了，江老师来了，江老师来了，你放下。哎，你们好啊！哎哎，江老师，哎，江老师，江老师，哎，江老师你好，我现在负责共青团工作，以后啊就叫我江哥吧。哎，江哥，哎，这都是给你们带来的啊，给我来一份。哎，江哥，你吃点。我吃过了，吃过了，吃过了。来来来，江哥，来两口，这是从我爹那拿来的。呵。你爹那那么多好东西，你偏拿这个啊？这是我爹最好的了。行，哎，江老师，坐坐坐，坐这儿。好，江老师干得不错呀。哎，我告诉大家啊，今年共青团要开展青年突击手运动，要选出好样的，选出一心扑在林子里的，让他们上台领奖，带红花呀。带红花。哎，雪芝就不错啊。就是，我说也是，就是不好意思了。姑娘们呢？整理内务呢。哎，天气好，你给我留地儿，给我留地儿，让我晒晒被窝。这里边来，哎，你看我这衣服好看吗？就二叔从天津给我捎来的，是吗？真的。哎，我还两件衣服没洗完呢，洗不完了。哎，我就喜欢你这样的，好吗？哎，求你二叔从天津也给我捎一件。行啊，哎哎哎哎哎，看，瞧瞧，来。哎，你这衣服洗干净了吗？我洗衣服，哎，就是它了。哎，等我一会儿吧。大二叔，你帮我下去打桶水怎么样？你干嘛不去啊？累死，你看我这大桶衣服，满抽。雪芝。大年纪，你是认了个婆婆，还是认了个干娘？也是婆婆，也是娘。真行啊！快干死了！哎，你要是嫁给伐木工，这辈子再想出林子可就难了啊！你还不知道我想进林子那个男呢。哎，雪芝，可你看中他什么？哎，就他那憨劲儿啊！就那憨劲儿才金不换呢。哎。那长相呢，你就不挑了。手艺又强，心眼又实。别忘了，不光他自己，放着。他还养活一个老娘。就是，这么好的老人到哪儿去找？可你急个什么呀？早早就订了婚。哎，看啊，我不早早点挑一个，等你们都挑完了，捡剩下的给我呀？那可不干。别的事儿我都让着你们，就这事儿啊，不让。呀，这人咋这么有主意呢？谁到了？你瞧他那个嘚瑟样。大王不进去，到北京饭店去。哎呀！大伙儿都在选你呢，还不好意思。江老师，就是在那选啥呀？哎，邪了，这林子真出息人。谁呀？我亲妹，我小姨子。啊，祝贺你！别唬人，唬你干啥？除了他，谁配有我这样的姐夫？除了你。谁陪我这样的妹夫啊？嗯，什么意思？我娶她。我的，这是我的，这是我的，老姨给我的，这是。够格了，够格了，妈，好看吗？来，嗯，好看。爸，哎弟，你上哪儿去了？你看谁来了？看见了，看见了，昂个拉气啊，都看见了。我进林子拿俩飞龙给老妹子接风。啊，拿，那飞龙是好拿的。那飞龙啊，一看见是我，自己就倒挂在树杈上，净等着我去拿了。谁不知道你姐夫是神枪手？你好，这是老妹子买的啊。啊啊，来，往桌子上端呢，别吃了。哎，家里没酒了吧？没酒了。你姐夫今儿高兴，你就陪他喝两口啊。老妹子如今是有身价的人了，怎么能喝着酸菜汤呢？琼浆玉液倒是好，没有啊。哎，砸锅卖铁，砸吧，我看着。怎么也不能让老妹子受委屈啊！来，给，来，自个儿拿。再给我点儿。哎，爷哥来了，哎，老陆，来来来，我来，好，我搬那个去啊。
去去去。二老，二老，哎，回家吃饭。哎，不，这我来，这我来，这我来。哎，里边。这好啊，走到屋喝点水。不，外边还有啊。他谁啊？啊，一个朋友。这得多少钱呢？架不住他有钱呢。有钱就这么花呀、啊？来，慢着。哎呀，好家伙，真够大仙岭的派啊！大仙岭养的我们。来，到屋坐会儿。不，我还得开会去啊。哎，啊，他是干什么的？啊，民政科掌戳的。呵，好差事，俏活。感情，这要是早认识他呀，你进林子还用费那么大事？可不。哎，如今呢，你想出林子，也就不难了。干嘛出林子？坐好。哎，你刚来那会儿啊，是指土家桥。站不高，飞不远，临终毕业证书一到手，哎，就成只飞龙了。翅膀一扑棱，就进了林子了。现在呢，再一扑棱，哎，就又出林子了。一往台上一站，那就是凤凰。凤凰不往高枝上站，高枝就伸到你脚底下来了。哎，这不就来了吗？哎，躲着，给我。嗯，吃饭。在这山高皇帝远的地方。他就是皇上，哎，他年轻，又有文化，啊，嗨，三年五年他定有大生发。嗯，倒像那么回事儿。三儿，来。哎。哎，老妹子，嫁给他，他稀罕你。谁啊？你长戳的。不行，我有主了。就你那个主啊？我那主怎么了？嗯，你说，好。凭良心讲，人老实，是正经人家，哎，可他配不上你了。蹬着他，咱另奔好日子吧。就这么活着呀？就这么为人呢？依你说，人是他妈什么玩意儿啊？活着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告诉你，我在这深山老林这么多年。什么我都琢磨透了，哎，唯独这两件事儿我就琢磨不出来。嘿嘿，我倒想听听你的高见。人啊，活着啊，雪芝，姐夫还不是为你好，为了我，倒真好。他是个皇上，我做个娘娘，你当个国舅，大兴安岭成了你的天下了，真看不出来你呀、啊，雪芝。他反了你了，太爷，打不烂你我。你敢？你倒是打个试试。你过来，他爹，过来就过来。雪芝，我你打，雪芝，你打，嘿，大爹，打不赢他，还告不赢他吗？别告，他是我姐夫，老婆孩子都指着他吃饭呢。快成亲吧。等工作转了正吧。you
让你费心了，你歇着去吧。歇着，歇着谁烧火？还不是我？不是你了，是我。那我呢？你现在是大红人，烧地火龙委屈你，等着提拔吧。哎，你工作证呢？在呢。让我看看。有啥好看的？让我看看。嗯。嘿，真漂亮。嗯，给我吧。发工作证也显摆显摆。咱们今天全转正了。嗯。给。真够派。嗯。你真上相。看看你自己的去吧。嗨，告诉你们吧，用舌头舔一下，那嘴唇照出来就像花瓣似的鲜亮。还有脖子要扭一点。哎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哎，你回来了。锦芝回来了，发工作证呢。快看看你的。哟，不是你的呢？不是。哦，对，好像是没看见。就是吗？我的呢？不知道。哦，你去问问队长。哎，对，队长不在家。等明天吧。哦，给我吧。没关系，没。那我们一会儿就来替你啊。知道吗？雪芝成了黑人了。别瞎说，真的。凭什么不给你转正？我去找队长，让他跟咱们说清楚。队长说，他还不如我们清楚呢。我们清楚什么？好你个陆明子，我围得起个男人，就养得起个女人。走，雪芝。工作证领不了，结婚证还领不了吗？回去和娘操持一下，咱们这就成亲。哎，雪芝，都红了。嗯，到时候了。哎。
你。我寻思着，先给你们做上两铺两盖，咱们再把那半间土房磨磨，赶紧把事办了吧。洗完了回家吧，那是他爹的古尸，一个死不还家的倔老头子，在林子里干了一辈子，到了还是做了大兴安岭的鬼，强死我呀，黑人。雪芝，快来，别净说这些不吉利的话，就要做新媳妇儿了。做了新媳妇儿又怎么样？怎么样，跟娘一样呗。你看娘就这么守着他爹的坟，守着根柱，守着这几七园子几间房，一晃就是一辈子，这不又把你迎进了门。雪芝啊，什么事儿都得往开了想，就凭咱们娘仨往后的日子准保错不了，咱们再开上几片荒地，养上孩子也不愁吃，这屋里也该有孩子跑来跑去的了。根柱子还不回来，结婚证明也这么难办。哎，求人的事儿拿呢，找你的钱。哎哎，王导，这事儿全托你老了啊。好说好说，这事儿到民政科盖个戳就行。哎，王导，这民政科的戳是那么好盖的呀？不难不难，你们再托一托陆明子啊。哎哎，来喝茶。哎，陆明子，陆明子这人仗义啊，他小姨子就是他一手栽培的。你不知道，他的对象就是陆明子的小姨子。哦，那不就更好说了。事儿难办就难办在这儿。哎，张头，搁着拿。等一等，我去一下。呵，好大的雾气。哎呦，俺俩飞龙。林子就是我存肉的冷库。哎，啥时候想吃啥时候拿。哦，你忙着。哎，老顾，哦，来，给我拾掇拾掇。好。哎，不，好大的劲儿。哎哎，陆明子，啊，来来来，哎呦，来来来，来呀，哎，老顾，你来。好。哎，王头，啊，这边走。哎。老郭，今晚给我准备几箱子啤酒，好好好，要五星的啊！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别净弄你那麻将，烧得我丢人。好，听着吧。行了，行了，行，行，老郭，好嘞，好嘞，喝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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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一会儿有点事儿，你们喝，你们喝，你们喝。哎，今晚是观礼来的。好嘞，啊，你放心，这边，这边，好，这，好好好。啊，来来，哎，介绍一下，这是你妹夫。妹夫，啊，就是你小姨子的。你小姨子快结婚了，你没意见吧？不行不行不行，没意见。哎，现在不是实行自由恋爱吗？是自由的。哼，都自由到你炕头上去了。哎哎，陆师傅，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。行，这话你让他说，你瞎说。哎呀，算了算了，这话呀，以后再说吧啊。哼。想得美！哎，陆师傅，喝杯酒吧。你，哎，老陆，嗯，你弄的那起子包工队要是再不来啊，咱镇上的电影院可就泡汤了。陆师傅，抽支烟吧。王头，那行了。哎，老陆，哎，事儿你还得说说。这你放心吧，你包在我身上了。他们回话都到了吗？哎，那就行啊。
根柱怎么还不回来？又该到进林子的时候了，林子里冬天可有多冷，林子里该有多痛快。你图的是痛快，娘图的是安稳。哎，娘老了。你咋才回来呀？那结婚证明这钱原准备给你们成亲用的。这些托给中间人给你姐夫送去，叫他高抬贵手吧。什么？别心疼钱了，为了咱俩你就认头吧。认头？认头不就太憋屈了？憋屈就憋屈点吧，不就是为了过日子吗？憋屈的日子有啥过头？不能过也得过呀，多少人都过来了，你怎么就过不了呢？闺女啊，叫不得真儿啊。要不是为了这个家，我正想找姓陆的活个死。怎么不试试啊？我我是说我去试试。用不着投中间人。雪芝，雪芝，要是他嫌少，我们家还有一口猪，哎，卖了钱也给他。要是我去了，就什么也用不着雪芝，现在没危险了，放心吧。啊，哎，江哥，他这是为了我呀，全是为了我呀。江哥，你给我出个主意，我或者死了，也要给他出口气。这不是他一个人的事儿，他为自由去斗争了，我们也要为他去斗争。相信共青团吧。踢绊子，你逼死的人你知道不知道啊？我逼死谁了？你的小姨子卢雪芝。哦，他
他不是自杀吗？为啥？为啥？那是因为你破坏了他跟方根柱的自由婚姻。你别装糊涂，这件事儿我们共青团得管。哎，你干嘛非嫁给他呀？啊，那姓房子有啥好？劳动中产生的爱情，这是青年人的正当权利嘛。那用不着死啊。死当然不对了，可那也被比你掌握命运强。不自由不宁死。啥？不自由不宁死。不明白。你不明白？哎，你不明白我再给你讲一遍。你少跟我扯淡。一个大姑娘糟践了身子，让那小子占了便宜，他不死等什么啊？这话在被窝里跟老婆说都嫌臊的话，怎么着？你想学啊？不许说了好不好？啊，我教教你。不许说了，你拉什么帮套呢？不许说了好不好？你别说了，这事儿我回去再调查调查。哎，秀才，别说了你。我告诉你，他呀，也就是我小姨子得了，还是我亲妹子。我先宰了他，回头我再找那小子算账去。我把他那玩意儿给他揪下来，让他在我这上练练杠子吧。哼，干啥呀？干啥？干啥呀？啊！怎么着了？我那桩事儿，你那桩事儿，算个什么事儿呢？你说说看，你自己还不清楚吗？你过来干什么？你看着我，好好的看着我。我不能把衣服扒给你，可我能告诉你，我的身子是清清白白的。我能把心扒给你，我能告诉你，我的心也是清清白白的。你信不过我，我不怪你。可你草气了，不敢给青年人出气，不敢给青年人做主。你成天在那洞里琢磨古人的事情，你可是琢磨琢磨，人到底是什么玩意儿，活着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搞什么乱？退了。刚买了就退，没睡醒啊？醒了，谢谢。好。哎，你不能这么走，来。上哪？咱们去那个洞。哎，你向我提出了问题，我得回答你啊。这不是普通的山洞，这是1500年前安哥拉契的老祖宗们居住过的旧墟石室。当时啊，中原大地封建矛盾激化，你看史书上是这样写的：百姓流亡，中原萧条，千里无烟，饥寒流云，相继沟壑。这时从这里，从呼伦贝尔大草原的东北角上，安哥拉契的老祖宗们杀将出来，他们跃马弯弓，扫平群雄，
定鼎中原，统一了黄河流域。这是些注文，你看这汉字未书，立意尤重，是他们在中原建立了王朝之后，派中书侍郎带着骏马牛羊千里迢迢的返回了这里，祭祀皇天后土，寄托他们思乡的悠悠情怀。你听懂了没有？姜老师，我该走了。哎，你别不理会这个山洞，这是奇迹呀。奇迹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怎么没关系？其实我们本身就是奇迹。安格拉奇的老祖宗们将他们1500年前的祝愿凿在这石壁上，愿子子孙孙福禄永延。你自己怎么能毁掉自己呢？你还没悟出来吗？人是最值得自豪的，活着就应当一搏。可你呢？死算什么能耐？走又算什么能耐？你要走，你走吧。雪芝呢？他在那边呢。那边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们休完假，刚从镇上回来。有水吧？有。嘿，可打了不老少啊，不要命了。我不能让雪芝受委屈。哎，见了队长，你跟我言语一声。等这片草打完了，我当即就上山。哎，你听说没有？江哥顶名替你打官司呢。对，这难为江老师了。不。姜老师说，不光为了你，是为了林子里的青年争一份自由，争一份幸福。就是，给给，不要，就知道吃这房师傅的午饭。啊，没事儿，来吃吧。哦，这是姜老师给你捎来的钱，怕你一个人养活不了两张嘴。哼，再添一张嘴，我都能养活。告诉姜老师，这份心我领了。姜老师这份心呐，没比的。你知道不，陆明子给人家姜老师使了多少绊，逼得人家姜老师要到省城去告状呢。那这官司不是闹大发了吗？一个姐夫一个小姨子就这么叫起朕来了。哼，哎，可有人底下又听陆明子说，是灰就比土热，是盐就比酱咸。这什么意思？那意思是不是说，就是打破了头，姐夫还是姐夫，小姨子还是小姨子。要真这么说，那就有活口了。嗯。哎，快点打赢官司进山，开春青年突击手大会，那红花还不得归你？哎，雪芝，快点回来，听说还要涨工资呢。没咱们的事儿，没咱们的事儿。我老姨夫说有。走吧，雪芝，快点，快点，雪芝，我们走了，走了。再见啊，雪芝。等一下，等什么？哎，快点，快上吧，跟住。慢走啊。这些草啊，就放在这儿，等我有空，紧着拉上给你卖了。哎，啊，啊。哎，我们家园子里还有点菜，圈里还有口猪。你都给我找个主卖了吧，来碗啊，放心吧。哎，江红，来碗啊。哎，再见，再见啊，再见，再见。哎，我们自己不吃了。雪芝，这桩官司咱们就私了了吧。私了？官司打到这会儿就不是私了的事儿，私了了还得有人从崖上跳下去。你说话呀。咱们这会儿哪儿还有心思管别人的事？那人家江哥呢？他在上面煮饭，咱们可不能在下头撤火。哎，小姐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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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铁志，嗯，这份上稿材料，你还有啥意见吗？我就要去省城了，你和根柱把心放在肚子里，等我的信儿吧。啊，多远的路啊，天道又不好。省城比这暖和。你小心受了那伙子小人的算计。没啥，我还是有些招数的。哪里还有什么招数，你的那些招数斗得了君子，斗不了小人。小人是什么招数都使得出来的，特别是姓陆的，他要是敢活死的话，你可对付不了他了。要是我也活出个死呢，他就不见得是我的对手。你不信吗？为了我值得吗？咱不是说好了吗？不是为了你。雪芝姐，哟，这天呢咋跑出来了？大娘，快上炕暖和暖和。哎，你姐夫来了吗？没有啊。雪芝，哎，这个该杀的，他一大早就挂上枪，说是找人拼命去，把我吓的。雪芝，不管怎么着，咱们姐妹可别伤了和气。雪芝怎么还不回来呀？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？站住！干啥？哎，秀才，打听个道，前面哪有村哪有店啊？管他有村没店的，往前走就是了。前面是警察沟，后边是熊瞎子铺，方圆三十里没人家。哎，上哪儿去？去省里。干啥去？告你去。呵呵，我让你告不成。这回你还有啥高招呢？
好枪法。看看，怎么样？不少。啥时候想用，啥时候用，别忘了给你自己留一颗。啊？好，来，给我拿着，该打尖了，我捡点柴火。哎，熟了，来尝尝。你留着打点人情吧。哎，那个早预备好了。来来来来。说什么你也得尝尝，我烤的飞龙跟别人不是一个味儿。拉倒吧，讨厌的就是你这味儿。啊，来，这个呢？嘿，行，有两下子。哎，秀才，咱们明人不做暗事，来，我再让你看看这个。烟酒啊，飞龙，哎，鹿茸，哎。还有纸片子，看见没有？带戳的，嘿嘿，啊，兄长，怎么样？赢你这场官司不差什么了吧？差。哼，你别吓唬我，这些东西啊，够打下半个江山的了。嘿，哎，要和你打个平处呢？差。呵呵，这么说我输定了。行啊。咱们法院见吧啊！哼，咱俩有点邪性是吧？没错。你说，咱俩这到底为了啥呢？这是？你说呢？为了男欢女爱的事儿。为了我在安哥拉契有那么点儿能耐，到底为啥呢？为了让生活变个样。啥？还要变个样？混到今天这样，容易吗？我，实话告诉你吧，再变个样。我陆明子活不了。人嘛，是他妈个什么玩意儿？活着为了啥呀？走吧。天黑前还要赶到分身岭火车站呢。哦，啥时候了？79年了。哎呦，都这时候了，可是不早了。哎，但是咱俩事儿还没办呢。枪。梁飞就有三套，他们还要送呢。我说，你们就不能行行好，别老拿凉水灌我们呢。队长说，等咱们办完事，你再回队上。工龄还从原先进林子算起。看，这是补发给你的。给。
官司一输，姓陆的算是草鸡了。哼，要不是姜老师拦着，我非跟他照亮照亮不可，让他知道知道，我也不是好惹的。别得理不让人。再说，又是亲戚了，哪像这么着？今儿包饺子，哎。哎，雪芝，这是我给你买的，还带金丝的。嗯，咱们包饺子去吧。我的快速打火队已经整装待命，只等响导了。这场山火绝对不能再让它蔓延下去了，啊！放心吧，我这都是精兵强将啊。好，那，那，全安格拉基的共青团员团结起来，全体青年朋友们，要像卢雪芝那样热爱山林，勇敢坚强和恶势力。做不屈不挠的斗争，用青春的血汗开辟一个新天地。哎，你看，你看，写的真不错。你看人姜老师这文章写的，那真够社论的派了。好小子，说什么呢？哎，啊，姜老师，现在啊，啥都准备好了，就差举行婚礼了。跟住娘正张罗杀猪摆席，要请你们喝喜酒呢。这回啊，我是主婚人，咱们呢，不带肚子，光带嘴。咋的？不许大吃大喝，咱们开个晚会。大家说说唱唱，热热闹闹的，就把这事儿啊给他办了。就是就是，对，咱们呢还得让新郎新娘给咱们出节目。对，最后啊，哎，再捏个影，留个念。对，还是他有主意啊。新办的嘛，跟柱来了。嗯，你怎么来了？嗯，你不在家准备？跑出来干什么？哎，说呀，江哥，我不想结婚了。咋了？你不爱他了？他为你吃了多少苦啊？啊？等我一会儿啊。谁说不是的？他为我死过，我也发过大誓，要让他活着，活得痛快，活得舒心。我吃什么苦都行，可没成想，好容易熬到这份上，他却不痛快。可他装作挺痛快，催着我快去领结婚证。快点操办，催得我又是高兴又是纳闷，他这是怎么了？像是躲着什么，避着什么，像是有什么东西追着他，赶着他似的。莫非大姑娘出嫁都这样吗？说实在的，江哥，我真有点害怕了。你呀，我也觉得自己越来越跟不上他的趟了，可他呢也越来越对我好了。江哥，你不知道他对我有多好。有一天夜里，我在外屋睡着，自打他跳河以后，俺娘就一直陪着他睡。
雪芝。雪芝。跟住。今天夜里。就把我给了你吧。你快点要了我吧，要不你就后悔了。你怎么了？嗯，你怎么了？你雪芝。虽然慢点儿，可我也明白了，他肯定是有心事。有什么心事不能说出来，非要这样煎熬自己？他这是借我的手来毁掉他自己，他这是再一次跳河，江哥，他这是信不过我呀。他不知道，为了他，我也是什么都能豁得出去的。他要是不痛快，我还有什么好日子过呢？你就是因为这个不跟他结婚的？我做的不对吗？也是爱上了什么人？不会的。那别人会不会爱上他？会的。像这样的好姑娘，是值得男人们去爱的。为了她，使自己变得更好，更配得上她。交给我吧，让我变得更好，更配得上他。我什么时候能配得上他？什么时候再跟他结婚？江哥，让我跟你一起去打火吧。嗯。江哥，命令下来了，让你带人马上出发。想走了，在云霞洞。走这边，这边，这边来。快点，快点，前面的跑起来，跑起来，快点。快点，快点吧。林子要是完了，咱们他妈就全完了。看什么？我是向导。走那边，啊，走那边，哎，快走，看什么呀？快点，哎，小心点，后边上，那后边上多了，快点，快点，跟上了，跑我头的，快点了。